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明雄雄哥，来 Forty One。凯文有事情，好，示范一局的 Forty One。这个球没有拉到啊。推杆左塞一点点，左塞可以先解决十三，再来解决十号，放柔啊 ，Forty One 呢，很柔的杆法要习惯啊。好，这可以稍微用力的拉杆。放轻功，固静。可以留四号。十四号。这球待会做有点角度，九号来带，六号也可以。九号，带一下。好，现在是八号也可以，四号也可以。这球有点小尴尬，拉杆带一下，非常柔的杆法。好，这球轻推，有点角度。好，右塞两颗星，旋转直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这是有点小洞，所以打起来要稍微注意细腻度。好，像这样子就可以来带开。好，中间有几颗球，我觉得在观念上还 OK， 好，提供大家参考。然后最主要就是说，你很多柔的杆法一定要会，尤其像那个十号球，还有前面这几颗球哦，用球杆力量打球，在很多小距离、小角度做球，它是非常重要，也非常好用。好，提供大家参考，保重，平安。